你看这一件呢，它是刷深色，然后没有任何的破洞，它只有抓破感。第一个呢，现在直接摊在外面给大家看，腿够细，然后呢，它一样是超级弹力。再来这一次的脚是侧面，让你的脚很长，有没有？正面的部分它是斜切脚，所以呢，正面看起来这边瘦，前面腿又长，侧边的话腿也长，然后它是 S 号标准尺寸，整围呢都非常的舒服标准，然后高弹超弹超弹，然后它又是一个深比较中深蓝的一个代表，所以穿起来身材比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的，尤其是这是我们的九分裤，那它的尺寸超级标准超级正常，不要买大买小擅自做主哦，就是刚刚好就好了，刚刚好就好了，而且呢它一样哦，我们桌上非常有质感的这种织带，好穿又弹，尺寸一样，四个尺寸给大家 SML XL 四个尺寸给大家，所以有喜欢的自己选择，然后它你看哦，它包覆性又很够，就是不会让大家露到屁股沟了。